身兼一道山，总有人盼得朝思暮想，找一找谁是后怕挡，愿得也愿爱天下无双。爱不爱拿起来往哪儿放，总有人敢做却不敢当，想一想生命拼一场，靠的是智商还是心脏，算不清那多情，就算脆弱的心肠，呼啸着情刀商量，能不能一人一半别来尝，弯不转的缘分，劝住你我不凶忙，碰到谁心慌，好意思，讲一个笑话给你听，好不好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还没讲呢，为什么你就已经笑了？做一个现代女强人，反应必须比常人快。情话是什么？就是我现在所说的话。那谎话又是什么？等咱们分手后，我现在说的话。怎么是你啊，结婚狂？你不是到法国去了吗？哎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干什么啊？哎，你说说话好吗？全身都湿透了你。哎，结婚狂回来了，结婚狂回来了。哎，下来啊。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告诉我好不好啊？什么都别说，什么都别问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结婚狂，你回来了？从法国？法国在下雨吗？怎么淋成这样？哎，去洗澡。是坐计程车回来的，还是有人送他回来的？我没注意啊，他进来的时候只是麻麻黑一团东西，吓我一跳。哎，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不对啊？是时间不对。到法国要多久？晚上好，我们很想知道你在那个神奇的法国之旅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说一下吧。我什么都不想说。哎，就知道你要跑，这次不许跑。来来来来，坐下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必须要说。对啊，我们很想知道有没有一种交通工具比飞机还要快，能够来回法国都不要20个小时啊。
有啊，宇宙飞船啊，绕整个地球一圈才一个小时。嗯，不过那是外太空，不是法国。嗯，哎，法国好不好玩呢？你们不要再问了，好不好？他怎么了？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发生。那你不问我就用猜的。不要猜了，你们不会猜得到的。我一定猜得到的。那飞机飞到一半突然超重了，然后呢他们就用降落伞把你放下来了，对吗？那不就是法国遭遇恐怖袭击了，然后航班无限期的取消，这次猜对了。有可能。哎，我知道，如果猜的没错的话呢，其实你根本就没去法国，只是一去法国为借口去和男人约会，结果不顺利。因为如果顺利的话呢，你会跟他待上十几天。不顺利原因肯定是那个男人有老婆，他老婆半夜回来你们就大吵一架，然后呢你就冒着雨跑了回来，是不是？嗯，谁呀、啊？这么晚了。这么晚了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这还有事儿。那个叫程天树的，是不是跟你在一块儿？是啊，他是跟我住在一起啊。对啊，怎么了？麻烦你帮我看一下，他在回家了没有？你怎么知道他刚回来啊？难道你跟他在一起？对对对，他一个人跑出去。什么？你真跟他在一起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已经很晚了？你知不知道外头在下着雨？你知不知道他是哭着回来的？你是什么男人吗？金狂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跟我爸在一起？我爸到底怎么了？你说啊，怎么了？难道男人不说的那个男人是我爸？不关我事儿，我只是瞎猜的。结婚狂，你够厉害啊！我们所有人都给你骗到了，什么买戒指啊、抽大奖啊，全都是你自己编出来的东西。你够厉害啊！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，那是怎么样？真看不出来，你看甄先生都有演戏的天分，还是误会了你，连我都敢骗。你居然敢说我爸会演戏，这样又怎么样？误会又怎么样？有意思，一通混战，你们所谓的爱情就这样吗？回到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，你们都去了，不知道你。喂，你怎么了？你干嘛不理我说？你干嘛哭成这样啊？这个房子里其他人都睡了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你受什么委屈？你告诉我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，说啊。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别问了，你别问了。你哭成这样子，我怎么可以不问呢？我们是好朋友哎。我爸是不是欺负你了？他怎么会这么大半夜的让你一个人下雨回来呢？一定是因为别的女人，对不对？你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报仇，你说啊。不是了，不是这样了。那是为什么？我是见过你爸爸，可是不是他赶我走，是我自己走的。什么？你见过我爸爸？你不是在法国吗？那你就是骗我了。男人说的没错，
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一心一意的对你，我从来都没对谁那么好过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我跟你说了，你不要替我难过。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任何人的，我今天是真的要去法国，可是飞机起飞没多久就发生了故障，返回机场，我们被安排住进了宾馆。我就在宾馆遇到了 Frank 和他的女朋友，他们是要去法国结婚的。最好的朋友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找一个最好的男朋友。你看啊，你人这么好，一定会找到一个世界上最好最好最好的男朋友的，一定会的。你不要这副表情吗？你这副表情我看着会很难过的。不然你还是哭吧，我哭出来就好受一点了。你哭吧，啊！哭了好久了，啊，哭够了，哭了，我想通了。你以前说的没错，现在发生了问题，总会比中年危机要好。嗯，对，嗯，对。对了，那就对了。我现在说了出来，我的心里觉得舒服好多好多。真的吗？嗯。谢谢你。什么？你听到了什么？都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在哭。你骗我，他是不是跟郑又廷有什么？哎，你们女人就是这么麻烦。没关系，你不告诉我自己去问。我、哎、美女，美女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求你不要啊、哎！你想清楚一下吧，要是他真的跟郑又廷有什么那回事的话，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回来呢？
还有啊，睡眠不足是美容的天敌哦。啊，结婚狂，结婚狂，说你傻又好像不太公平，说你不傻又偏偏做那么多傻事。晚安。嗯，喂，是我是，是饭店打来的，他们一定是改变主意，要请我回去工作。哎，是，程天书，我是饭店人事部的，我们研究决定你可以回饭店上班，请你明天早上9点到饭店餐饮部报到。餐饮部，可是我没有管理餐饮部的经验哦。你有权利可以不接受，我们没有异议。如果你明天早上9点不到，我们视你为自动放弃。不，好的好的好的，我一定会准时到。餐饮部不是牛姐在管理吗？哎呀，牛姐她还有个女儿在国外升学，需要很多钱的，我要去接替她。我不忍心哦。你这个人就是心太软了，不忍心的，自己找到工作就好了。再说你回餐饮部，说不定是会管理仓库。餐饮部的经理跟公关部的经理级别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可能这就是天意了。要是我去了法国，我就会丢了工作。爱情、工作，哪一样比较重要呢？肚子饿了，当然是工作比较重要了。你好，你好，刘经理。好久没见了，你好吗？我很好啊。那就好。那你的家人好吗？你的女儿好吗？我很好啊。哎，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呀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又回来了。我其实一直都觉得你的工作表现非常好的，我真的不知道高总为什么要这样的安排，他安排我到餐饮部工作，我其实觉得很不好意思。人事部让我到这里来等人，想不到今天等的新人就是你。我知道这个安排，我心里面一直很不安。我真的不想顶替你的工作，是真的，因为我觉得到后厨报道啊。对，你拿着这个到后厨去找厨师长，他会替你安排工作的。可是这是为什么呢？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有拒绝的权利，也可以向高经理汇报。再见。好的，麻烦你哦。不好意思。餐饮部搬到后厨吗？什么安排？那跟我来。那就是这儿。请问我的办公桌在哪里啊？什么办公桌？
办公室。哎呀，这是清洗间，你的工作就是洗碗。洗碗？嗯、哎，我想这一定是误会。我是经理级的员工，所以我想这样的安排是误会。洗碗这工作也不简单。有很多特殊的餐具要用特殊方法来清洗的，那在国外要是上课专门来学的，好好干啊，说不定啊高经理在考验你呢啊。哎啊，在考验我？考验我洗碗？我不要这种。我不洗碗。姚小姐早上好。早什么早，都几点了，原来你还有点自知之明，知道已经不早了。你当这里百货公司11点开门啊？不晓得上什么班。我上什么班关你什么事？你天天迟到，不晓得真心要你这样子的办公室主任干什么的？来对付你呀、啊、来对付我的，我好害怕，我等得都不耐烦了，赶快来对付我呀。哦，不耐烦啦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搬出去，这个办公室属于我的了。什么招数啊？你未免太小儿科了吧？小儿科？对付你这种人需要高级的招数吗？告诉你，天天看你坐在那边把自己弄得像个假白领，我看着就不顺眼。我是假白领？难不成你是真白领不成？看你这身打扮，再加这个化妆，我看你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个办公室三陪。我是办公室三陪？那你就是酒店三陪啦。你要玩我陪你玩，把它捡起来。我不捡。捡起来。你少来这一套，我告诉你好了，我是不会为你服务的。那你会为谁服务啊？甄先生吗？可惜他看不上你。他看不上我？你以为他看得上你啊？我告诉你好了，像那些有钱人，他们只喜欢当女人看到他们钱的时候那种兴奋的表情，然后获得一种满足感。你呀、啊、少做梦了。做不做梦我们走着瞧吧。告诉你，我喜欢甄先生，他也喜欢我，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把我留在他身边当他办公室主任，却一心一意的想把你赶走，是吧？他对我的好我心里有数，等他回来我要把我的感情告诉他，到时候你就在这边难过吧。你的爱情宣言发表完了吗？曾先早，哼，少来了，他人还在法国，恐怕这法国不是太好玩吧。哈哈哈哈，先生，哎，来我房间有点话跟你讲啊。哎，走走。甄老板，请喝茶。倒茶这个小事情让秘书来做嘛。这是我的荣幸。做人要有点原则，你那么贵薪水请来倒茶，那是精兵。怎么还在？哦，我正在想办法。你想办法要快呀、啊！看到他就想吐了，真受不了。是是是，我会努力的。神经病！这里是办公室，怎么可以？门关上就可以了。法国好玩吗？还行啊，今天开会
奶奶今天玩好爽啊，真爽，安上一点你要累。张老板，你工作太辛苦了，你一定要学会照顾自己哦。有什么办法，当老板嘛，就是用天天要开会。哎，真是累死了。你干什么？这个也是，你窗帘还没装上怎么能到呢？看到的。你没有去法国，你一定是去找女朋友了。谁说我没有去法国？你看，你看那个飞机票，你看那个 passport， 怎么没去法国？奇怪，为什么要跟他解释？但是那天陈天书为什么会那样子啊？我你是问他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倒霉鬼，我跟他坐同班飞机，就因为他被飞机坏了啊！结果大家住同一个饭店，好、啊，结果在他那边呢，碰到他以前的男朋友，一看到他男朋友在这发飙，我干嘛要跟你解释？啊、哦，难怪那天他那么的狼狈呀、啊！干嘛？嗯，来，你去按两下。嗯，回来了，工作怎么样？我还好，谢谢。喂，你回来了，工作怎么样？很好，谢谢。嗯，他这样是很好吗？嗯嗯，我回来了。娟花回来了没啊？嗨，娟花，你今天还好吗？非常好，谢谢。你今天好像有点怪怪啊，昨晚才跟人家吵架，现在那么好。你管我，我心情好。喜欢狂，这是我买给你的礼物，看一下喜不喜欢。Lincoln的香水。啊，香水啊、嗯、我要喷哪里啊？嗯，不好意思哈、哦、我错怪你了。你知道我这个人脾气不好，常常会说一些伤害人的话。没关系，你不用道歉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。你人真好，谢谢你。嘿，你今天工作怎么样啊？这怎么，我是不是我说错话了？你不要难过，不要灰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找最好的男朋友的。我暂时不需要你帮我找男朋友，我难过的是他们派我当后厨洗碗啊，那不是比仓库管理员还差？他们怎么会这个样子对待你的？嗯，那是惩罚，惩罚我去法国，惩罚我寻找爱情。金融狂，你不要自责，去法国没有什么不好啊，女人寻找爱情不是错。我认你，不要难过，这是命运对你的考验，你一定会有幸福的。你们在干嘛？他们在拥抱。结婚狂不开心，万人迷去安慰他，结果就抱在一起了。嗯，你们俩怎么样？意外吗？嗯，是有那么点儿，不过也没什么了。既然能够和睦相处，总比见面就吵架好得多。真理，男人婆。嗯，不过我从来都不相信，女人和女人之间会有真正的友谊。嗯，金文狂，万二迷这样对你，肯定确定了你不是他的对手。男婆，你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。我说对了是不是？王安妮，看到今天你态度这么好的份上，我就忠告你一句，
其实金荣狂从头到尾都不是你的对手，你的对手是真有钱，是男人。好，各位，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考验。目前本地市场的啤酒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，虽然我们的产品销售啊一直看好，但是市场是每天都在变化的，市场上没有永远的赢家，这就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。好，现在我来问你们，你们相信不相信自己是最好的？相信。你们相信不相信自己的产品是最好的？相信。好，那么你们对今天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出发。什么毛病啊？你放他好好路不走，你非要找一份这么低贱的工作。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低贱的工作，我想可能是让你没面子了吧。关我什么事情啊？李海天，我替你不值，我替你脸红，你好歹也是非要来做这么低三下四的工作。你玩苦肉计吗？你以为这样我就同情你吗？放心好了，我会中你的计的。我不知道我应该高兴的应该难受，为了这一件事情你发这么大脾气。不要自以为是，我只是不想让你来公司里坏了我的好事。你就不要生气了，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，我都已经来上班了，我是不会勉强你什么。我承认的确是为了你我才来这里，这就是我做人的原则。我见过笨人，我也见过倔人，我就没见过你那么又笨又倔的。进来。曾先生，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？我心情不好，我心情好得很呢、啊。你看那个女人，她这个狗屁男朋友，还有你，这护士像公司吗？你不是后悔让李海天进这公司？如果是的话，我可以让他走啊。你让他走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是这里老板啊？我让人家来上班，现在叫他走，人家以为我多小气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对不起。还有，我走之前吩咐你的事情办了没有？什么事情啊？秘书没有给你一个备忘录吗？你忘了？有，记得。那超市安德鲁先生怎么讲？安德鲁先生在法国开会还没有回来，我等一下就去联络他。那酒店那个高总啊？酒店高总打电话去的时候，他正在开会，他的秘书跟你联络。那电视台康主任，他下半年的价目表报了没有？康主任说那个价目表正在修改当中，他到时候会传真给你。姚小姐呀、啊，你一件事情都没有办好，你有上班吗？我真的有办，我真的有办。还有那个女人，办法想好了没有？你这个是老太吗？你有带老婆上班吗？他这个进进出出还不是因为那份合同，你把那个合同搞丢了，不是一了百了了吗？哦，对，你真是一件进去，我现在就去看看那合同到底藏在哪。干嘛？
干嘛？找文件。找什么文件？你又不办公能找什么文件？背上藏什么？好家伙，你偷我东西啊！这是我在地上捡到的。地上捡到的，我的文件又没长脚，你怎么可能在地上捡到？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我跟真有钱签的合约。你做梦也想把这个东西拿回去，然后赶我出公司吧？是又怎么样？你是用不正当手段才把这个弄到手的、啊。什么叫不正当手段？你分明是贼喊捉贼。给我啊！你还我！给我！你还我！给我！给我！给我！你还我！给我！你。又不是我推你，自己跌倒的。为了这份破合约，摔成这样子，你值得吗？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天换一个地方放。有本事呢，你就把这栋楼给翻了。你太过分了！再不然，你就把这个柜子给扛走啊！你没事吧？